全部的就放任，在容易绝望之间，主演于朦胧，行为严肃旗帜，在片场进行最后的拍摄进程。该剧讲述了由于朦胧扮演的林放和行飞扮演的战青红携手闯荡江湖的故事。作为一部少女武侠成长记，武侠和甜宠兼具的风格也为新戏加分不少。除了超高颜值的辅助，更有新生代演员老戏骨状态的发挥，也让导演的创作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为一个可爱而又迷人的反派角色，严肃此次饰演的角色却有着诙谐幽默的色彩，他为人物增加的角色特性，相信让观众在上映后的观剧感更加强烈。而对于自身表演的感悟，他也是有的。